癫痫的治疗的误区主要有三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大发作，按照癫痫这个发作的时候动作的大小就定他这个大发作或者小的发作，动作多了他动作大了他就认为是大发作，动作小了就是小发作，其实这种是不对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要确定他是不是癫痫。那么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发作他是个晕厥或者是一种精神症状，你比如说疫病，他其实不是癫痫，所以这类病人我们不能去按照癫痫去给他治疗。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脑电图正常就可以认为不是癫痫。实际上脑电图对癫痫的诊断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非常有特异性的。但是临床有一部分病人他发作的时候脑电图可以是异常，但是他没有发作的时候脑电图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脑电图正常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癫痫，但是脑电图异常那么我们就高度怀疑他是癫痫。